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，啱啱过完呢个圣诞、除夕同埋新年，大家有冇食到又饱又仔呢？我自己就有咁嘅情况啦。嚟緊又到农历新年，有见及此，今日呢就同大家带嚟一个可以健返脾胃、润肤同埋补脑嘅汤水啊。咁如果大家喜欢我嘅影片，就记得订阅，揿埋隔篱个钟仔。咁当日新片推出就会通知大家噶啦。咁我哋第一站咧就买煲汤嘅材料先。我今日咧就会用五指毛桃嚟煲汤嘅。咁佢一斤咧大概系50多蚊咁上下。咁佢好轻称嘅啫。咁我哋买一扎咧大概系20多蚊到。新鲜嘅五指毛桃咧，你哋喺呢一啲卖草药嘅铺头咧就会买得到噶啦。详细材料份量，你哋揿落去标题嗰度就有列明晒。新鲜嘅五指毛桃，因为咧佢系未处理过，所以咧比较污糟啲噶。咁我哋咧一定要将佢清洗干净之后咧，将佢浸泡30分钟。咁佢嘅别名咧又叫做南芪，系属于桑科植物嘅一种。咁用佢嚟煲汤，第一个好处咧就系可以行气利湿，改善因为气虚而引起嘅身体浮肿，或者系因为经常夜瞓而引致呢一个脾胃虚弱，食少少嘢咧就有呢一个饱胀嘅感觉。第二个好处咧就系适合咳咗好耐痰多清唔到嘅朋友仔，咁佢咧就系可以强化翻呢一个肺功能噶。咁但系都注意翻。啱啱患感冒或者是啱啱开始咳咧，就唔系咁适宜饮用啦。第三个好处咧，就系可以放松翻呢一个平滑肌，有镇痛、抗炎嗰个作用，从而达到呢一个舒筋活络嘅效果。咁我哋拣选五指毛桃咧，一般就系以棕黄色，须根比较细，同埋冇硫磺味咧，品质就会比较好啲。栗子今日咧，我就用咗半磅嗰个份量。咁用栗子嚟煲汤，除咗为个汤带嚟甜味之外咧，仲系可以养胃、健脾、补肾嗰个作用噶。咁今日买嗰个栗子咧，佢已经系去晒壳、去晒衣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轻轻洗干净就可以啦。红萝卜一条，我哋刨完皮之后咧，就将佢备用。今日我执雪柜咧，见到个雪柜仲有啲细剪同埋猪骨啊！咁我磅过咧呢度就系有半斤嗰个份量。咁我哋咧洗干净咗之后咧，就可以冻水将佢出水噶啦。今日咧，我亦都系会用到合桃嚟煲汤。咁呢度咧好少份量嘅啫，只系一两。咁佢咧就有四大坚果之称啊。咁佢里面嘅维他命 B 同埋维他命 E 咧，就系有益呢一个心血管，促进呢一个脑部健康，稳定情绪同埋抗抑郁嘅。咁由于咧用呢一个合桃嚟煲汤咧，好多时佢都会有少少苦涩味噶。咁咧，我今日就懒啦，我就系用热水，我将佢浸泡大概系5分钟之后咧，然之后我哋就可以将啲水倒咗佢，清洗干净，就可以去到合桃嘅苦涩味噶啦。而家我出尽全身气力切嗰个咧，就叫做海玉粥啊。咁我上次煲完汤咧都未用完，咁今日咧就再继续用。咁佢个功效咧就系有滋阴润燥、清热润肺嗰个作用。但系记住咧，海玉粥如果未用晒嘅话，就记得攞保鲜纸包翻好佢，因为佢最大嗰个功效咧就系嗰个黏黏嗰个感觉，嗰个黏液咧就系有最大嗰个润燥嗰个功效噶。包完咗之后咧，封翻入密实袋。跟住我哋放翻喺雪柜，平时你摆生果嗰格保存咧就可以噶啦。咁跟住落嚟嗰个材料咧就好简单啦。头先刨完皮嗰个红萝卜咧，我哋就将佢滚刀切块嚟煲汤。嗱，头先嗰个猪骨同埋猪展，我哋由冻水开始出水。
当你见到个水嗰个表面咧浮起咗嗰啲血污咧，我哋就可以将佢熄火冲洗干净。系啊，今日嗰个材料咧好简单，好少，我哋已经预备好晒，咁我哋咧就已经可以将佢摆落个煲嗰度煲噶啦。煲里面咧有 2.5 公升嘅水，咁我哋就分别将呢一个五指毛桃、出完水洗干净嘅猪展同埋呢一个核桃啦。咁由于咧今日嗰个核桃量咁少咧，我就唔会炒佢噶啦，我就直接摆咗入落去煲汤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放埋呢个红萝卜、栗子，同埋最紧要咧都要有少少甜味，俾翻两粒蜜枣佢。材料摆晒落去之后咧，我哋首先就用中大火，我哋将佢煲起先。当你见到个煲边咧开始有烟起计，咁我哋咧继续用中大火，我哋煲佢20分钟之后咧。将佢转中细火，我哋煲佢个半钟。完成咗之后咧，我哋就唔好心急，揭起个煲盖，熄咗火，将佢继续焗20分钟咧，个汤个味道咧浓好多噶。咁个汤煲完出嚟咧，你已经系闻到咧有好香好香嘅椰子味，我哋只系需要加少少盐嚟调味咧就可以噶啦。我是小厨房煮大餐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健脾润肤的五指毛桃合桃汤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